那叫脑袋充电。刚进去的时候有，就是它饱了嘛的感觉。糟糕啊，然后顶他，我眼镜就会雾掉，所以就不来了解。对啊。
着，他不是回来的。真的，赶快回去看影片。昨天回家的时候，他就插在那里。看起来很像白马的路线导引吗？就路，就路边。只有一根，应该不是路线导引吧？Thank you.
一直滑滑滑的很离你很远很远去了，然后就突然停不下来停不下来。我每次来横昌就会出太阳哎，有没有？今天也是来到这里，他就出太阳。跳什么？跳就是小跳的那方向，然后跳起来之后转个方向。啊！啊！就坐二七上去，然后再滑，再滑嘛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？坐二七上去，然后再……那個、嗯？还是去左边那个？二七啊。右边是二七吗？对呀、啊。啊，那就去那个。对呀、啊。就这样而已。谢谢。你会一直下吗？不会啊，我想要哎、欸。我也要，那你想要，那你就下。你先。你先啊。哼。我不会催你，我也在休息，我右脚很酸。
又摔倒了。我要怎么弄呢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！我不知道怎么把脚拗过来耶。I'm